我告诉你啊，以后做红烧肉千万不要直接下锅炖，那就是大错。今天教你一招，做出来的红烧肉不但肥而不腻，瘦而不柴，而且越吃越想吃。切好的五花肉放入盐水中浸泡个10分钟，这样泡过的五花肉不但能泡出里面的血水和脏东西，而且还能使口感变得更软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麻烦你给我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吧，非常感谢。锅不用放油，倒入五花肉，开小火慢慢的翻炒，把它的牛油炒出来，这才是红烧肉肥而不腻的关键。多余的油脂不要倒，留着下次可以炒个大白菜。然后加葱姜、一个八角和干辣椒，调味你只需要倒入一包这种调制好的红烧酱汁，它既能上色又能调味。因为很多人做红烧肉它不会炒糖色，做出来的红烧肉不是发苦就是发黑，它还可以拿来做红烧排骨、红烧猪蹄，其他的任何调料你都不需要放了。将它翻炒均匀后，再倒入一罐啤酒和适量的热水，盖上盖子小火慢炖1个小时，然后开大火收汁即可。这样做的红烧肉肥而不腻，软烂入味，而且做法还特别简单，你也去做起来吧。